问世间情为何物下一句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下一句是直教生死相许。这句话出自金朝诗人元好问所作的摸鱼儿雁丘词。元好问16岁时去并州应试，路上碰到一个捕雁人，对他说，今天我抓到一只大雁杀了，另外一只虽然挣脱了大网，但在天空悲鸣盘旋后竟撞地自杀了。元好问听了深为感动，买下两只大雁合葬在一起，并垒上石头做标记，称为雁丘，并作该词。作者运用比喻、拟人等艺术手法，对大雁殉情而死的故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，再加以充满悲剧气氛的环境描写的烘托，谱写了一曲凄婉缠绵、感人至深的爱情悲歌，深深寄托了词人纯真的爱情理想。